四十五度角的外线出手有。今天云豹的外线手感是真的很好，这次轮到王义胜开火。又是一记的外线，这是单节的第二颗三分球，黄义胜，而且是一左一右的位置，不同的位置投进，要来回敬一颗三分球也有。但云豹今天太准了，而且是人人都能投啊。但是哦，刘云凯连两个进攻篮板，再次尝试外线，这次有了，总算是投进了这一季的三分球，蛮多的交代。那这一波的球权是来到了云豹这一边，来外围的出手又来尝试，还是有。哇，今天投进第五个了吧？手感还是一样很烫啊。面对盖比的防守，只能选择投外线，但这球还是让他晃进去。哇，今天黄义胜真的也是有够准啊！分出来外围，外线的投射三分球进。黄义胜又进了一记三分球。哇，他个人今天第七个了。